肖战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明星，他的很多作品角色都深入人心，很多网友们也很喜欢他的作品，而不但是网友们喜欢他的作品，他的作品也受到很多媒体的肯定，也入围拿到了很多的奖项，对这部剧给予了很高的评价。作为主演的肖战自然是功不可没，其实不光是这部剧，肖战的很多作品都非常值得细细品味，感受他细腻的演技。为作为优秀的演员，肖战拥有众多的粉丝，很多人都会关心肖战的最新动态，他过得好不好。而在网上就爆出了一段肖战8月5日新的路透视频，视频中的肖战穿着一件灰色无袖 T 恤，搭配一件米黄色短裤，着装非常清凉。为了低调一些，他还特地戴着一顶黑色的渔夫帽。不过最引人注目的却并非他的造型，而是他身上的肌肉。肖战下车之后就大步流星地走了出去，手臂和腿上的肌肉线条都非常明显，简直就是行走的荷尔蒙。此前肖战在自己的视角平台中也晒出过一些穿着背心的图片，也是肌肉线条明显，当时还有一些人说是 P 出来的，现在路透效果看出来也是这么明显，就说明肖战肌肉真的非常发达。肖战完美地向我们展示了什么叫穿衣显瘦，脱衣有肉，这肌肉线条谁看了不说一句真绝。其实肖战有肌肉这是很正常的事情，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自律的艺人。此前他和朋友去吃火锅，而不管朋友吃的有多香，他愣是一口都没有吃，而且他还有夜跑的习惯，白天忙着拍戏，晚上就会出去跑跑步，所以他有肌肉一点都不奇怪。而且他的自律也成就了他，他能够取得现在的地位，他的自律也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，这样一位宝藏艺人真的是不可多得。最后也希望肖战能够越走越远，拍摄更多的优秀作品奉献给大家。